it really worth $150? You tell me. That's the last one. Hello, everybody. 欢迎回来新事单单，我是钢丹，这个小哥是 Ben Dan。我刚刚从法国搬到加州洛杉矶 ，and 这个是我的新的家。昨天晚上我完全没有家具，所以我在地上睡了一个晚上。不错，好舒服。So, 现在是中午，我刚刚搬了这所有东西，我饿死了。然后我听说，在洛杉矶他们有一个特别疯狂的一个汉堡，他们卖$150一个，1000块钱人民币一个汉堡。那就是说你在麦当劳可以买50个 Big Mac， 就有这个汉堡。So, 现在我们出去看一下，对比一下这个麦当劳和这个了不起的汉堡，看一下值不值得。现在我们去麦当劳买那个Big Mac， and this is 小蛋蛋车。What's up, honestly? 麦当劳。Hey there, can I have one Big Mac, please? Awesome, thanks a lot. 这个东西是 drive-through， 所以我在这里点了这个 Big Mac。现在我要去左边那个窗户。我真的要买一个车，因为在洛杉矶很少人骑摩托车，所以大家都一点都不小心。我们过来这里的路上，差不多三个人都撞了我，就是真的要特别特别小心。Honestly, 我饿死了。Thank you very much. Have a good one. All right, guys. 现在我们去买那个1000块钱人民币那个汉堡。Just two boys on a motorcycle.Yes， 我真的太爱摩托车，你可以随便开，就是随便停在你哪里都可以。OK， 我们到了，他们在这里写 Best Steakhouse in America， 他们在这里牛排是整个美国最好的，所以他们的汉堡也是整个美国最好的。这个餐厅是非常非常高档的一个地方，所以他们刚刚就是非常的犹豫让我们拍视频。他们同意了，但是我完全没有跟他们说我们带了一个麦当劳的汉堡。我们看的所有客户，他们穿的衣服就是西装嘛，就是非常非常高档。你看这所有东西，就是 they're gonna kill us。肯定我有两个刀，两个叉子，然后有我的小小的生蚝的叉子。他们在这里确实所有东西都是非常高档的，但是呢，说实话，那个汉堡是他们卖的最贵的东西。他们卖$30、$40、$60、$80，目前最贵的东西是$80。然后，他们有这个$150的那个汉堡，是不是只卖给一些一点都不看价格的那种人？就是有点随便买一个汉堡，然后就买单的时候就觉得，哦，我迪拜的这个汉堡没想到也这么贵了。Oh my god， 这个汉堡太疯狂了，里面有caviar， 他们还放龙虾，还放鹅肝，然后他们的 beef 是 aged beef。Can I take the $150 burger, please?Excellent. How do you like your burger cooked? Medium? Would that be fine? 我一辈子从来没想到我从有一天会买一个1000块钱的汉堡。Do people actually order this burger? Oh yeah. Lots of people buy it? I mean, I wouldn't say a lot, but people who have fine tastes would order it for sure. And they love it, usually. So. Honestly though, is it really worth $150? You tell me. 他倒了之前我要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值得50个麦当劳的这个 Big Mac。 我真的觉得太尴尬了，在这个餐厅再吃一个 Big Mac， 看一下大家都在看我，觉得这个人在干嘛，就感觉很简单很普通，和中国一模一样。看一下味道，所有国家的 Big Mac 其实都是一样。 OK， 所以差不多我有一个评价嘛，心里我知道有一个位置，所以应该是一辈子第一次有一个人他吃一个 Big Mac， 然后一下子就开始吃一些非常高档的生蚝。
我怎么会有感觉，就是有点像厦门的那些烧烤一样。Honestly, 厦门的烧烤这个可能几块钱人民币，在这里他们就是$10一个左右吧。Wow, oh my god, that is absolutely incredible. 上面他们是一种特色的奶酪，这个是鹅肝，这里是龙虾。OK, then 他们说他们有一些非常高级的日本的一些蘑菇，我都不知道是什么。这个肉你看 ，Oh my god, look at this, 这么宽的这块肉。他们还说这个 sauce 是用 truffle 来做的。Then we have to share, huh? Uh-huh. 肯定。Look at this. Wow, 你看一下这所有包贵1000人民币这个东西，你想一下是什么感觉？This is a dream. 太好吃了，我都不知道怎么说，这个东西非常的美味，就是没有任何一个很浓的味道，都是非常非常滑的那一种。 Lobster 能感觉得到，这个奶酪也非常非常好，有点酸带甜。 This is delicious. Ben, 你必须要试一下这个东西。作为一个美国人，我真的想知道，就是你觉得这个汉堡到底是不是比 Big Mac 好50倍？我真的觉得比 Big Mac 好100倍。我真的吃不了。为什么？太贵啊，吓死我。还可以。什么叫还可以？真的还可以啊，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。什么叫没有特别的味道？你这个东西用 caviar 用黄金，真的没有什么特别。龙虾真的还可以啊。评价我还是会用这个钱让各位天天买 Big Mac。 我自己没有那么高级，但是这个比我高级，所以我不舒服啊。 Alright, 记得按个赞关注转发，我们马上要准备非常棒的一些内容，现在就是特别兴奋的先吃淡淡的这个时间。 Life is fantastic, enjoy life, 爱你们。 Woohoo!